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构建一区十县多元多点的创新产业全覆盖格局，加快建设以智慧产业化为特色的城西科创大走廊和以产业智慧化为特色的城东制造大走廊。杭州正实施拥江发展战略，以秦杭江为主轴，着力打造沿江城市带、产业带、交通带、景观带、生态带和文化带，推动杭州从西部时代迈向秦杭江时代，流光溢彩，协调发展。杭州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是八千年前跨湖桥文化和五千年前梁祝文化发源地，西湖和金杭大运河两大世界遗产所在地。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称赞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今天的杭州以浓郁历史与现实相互复杂，城市和